警员胡蓉。警员胡蓉，准备完毕。警察，江城大厦附近有一名儿童被挟持，请求支援。郭警察，把孩子放下。站住！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，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，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忠于法律，恪尽职守，不怕牺牲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，为实现自己的事业而努力奋斗。橙红年代，中国蓝剧场正在热播。